好，我是顾俊。那上次我发了一个关于如何使用微距镜头的那个视频以后呢，很多人问我说，佳能的这个百微就是100f/2.8 微距，跟索尼的这个90f/2.8微距，这两支镜头哪一支更好？然后呢，我平时看到这种类型的问题，我都会说，如果你佳能用户你就买佳能，如果你索尼用户你就买索尼，你没有必要关心哪个更好。但是正好，首先这两支镜头我都有，其次呢，如果就是别人拍摄微距的话，如果不考虑使用自动对焦的这个性能的话，其实这两支镜头就转接以后，如果把这两支镜头放在 A7R3 上，确实有一定的可比性。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哎，反正对吧，闲着也是闲着，我帮大家做个测试。然后我就做了本年度可能是最无聊的一个测试，我把这两支镜头都装在 A7R3 上面，就是拍了几本书，然后想看看它们的锐度。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我看不出什么差别，我觉得这两支镜头都足够锐，然后细节都是足够好。然后对啊，是不是这个视频听上去很无聊，你就想关掉了，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我做都做了这个测试了，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使用当中这两支镜头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受的。那如果你要说就照片的话，我确实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但如果你要我硬盯着屏幕死命的看的话，我不得不说索尼的好像拍的更亮一点点，就进光量可能就保持一样的参数的情况下，进光量好像多了那么一点点。然后虽然锐度上我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在对比度上我觉得索尼的照片好像对比度更强一点点。所以呢，如果比如说佳能这支我给95分的话，索尼这支可能我就给97分，就是画质上面。但是呢，如果你这两镜头要我推荐的话，就是我推荐佳能这支。就是如果你都是考虑就是转接到索尼上面，不考虑他们任何的自动对焦的性能或者是任何其他东西的话，我推荐佳能。就是接下来我说一下为什么，好吧？首先这两支镜头在价格上有着不知道你那里怎么样啊，因为每个地方售价不同，在我这里这两支镜头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索尼的更贵。那索尼的更贵，而且它不是 G Master， 它是一个 G 系列的镜头，而佳能的呢更便宜，反而它是一个红圈镜头。你可以说佳能红圈质量怎么还没有索尼的普通质量，对不对？这是索尼的胜利。但是反过来说，作为消费者来说，你买一支红圈镜头花了更少的钱，然后在画质上面哪怕有差别也是1%-2%的差别，那我会觉得说佳能的更有性价比。同时呢，不得不说，如果你要买以后要卖出去的话，在二手市场我相信佳能的保值能力会更强一点，好吧？这个不过是我猜测了，好吧？就是说性价比来说，另外一个我在做这个视频的调查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佳能的这个在美国的亚马逊上面打折，相比之下索尼的就会贵出一截，所以就是性价比来说佳能的更有性价比。说到使用当中，因为佳能这支镜头已经陪伴了我好多好多年了，就是我之前其实最早买过它，后来我因为不常用我都把它卖了，然后后来我又买回了它，因为现在我还挺常用这支镜头的。但因为这支陪伴了我很多很多年，我已经非常习惯使用它进行任何的操作。那在索尼这支镜头呢，其实我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使用当中我会觉得有一些地方设计的不如比较传统的这些镜头上面的操作。首先这两支镜头都不是 Focus by Wide， 就是它们都可以比较精准的手动对焦，因为你拍摄微距的话你确实需要精准的手动对焦。但是呢，在制作理念上面，佳能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拨片，就是手动自动这样的拨片。但是在索尼上面呢，它使用一个比较新，也不是索尼独创的，因为我的后面的镜头上面这个2084的镜头也有使用这样的设计的，就是它不用这个拨片，但是它使用这个，你看啊，能不能看到，就它使用往下就是手动，往上就自动，往下就手动，往上就自动。那这个呢感觉上面非常好用，我在2084上其实还蛮喜欢这个的，只要它这个不要太松，其实就是用起来还蛮方便的。但是在微距镜头上我发现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微距镜头我最常用的操作就是，如果使用佳能镜头的话，我先用自动对焦对上那个地方以后，我再把它拨成手动对焦。那这样子呢，我就不用自己一点一点瞄准放大瞄准，那我最多要做的就是自动对焦，然后拨回手动以后，然后放大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对准了。那十有八九，如果你是使用比较新的佳能机器的话，十有八九你使用触摸屏幕对焦以后它都是能对准的。但在索尼上面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就是你把它自动对焦对准以后，你一拨成手动对焦，然后因为它的刻度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就自己会变成手动对焦的这个刻度。而佳能这个是在它自动对焦以后，这个刻度它自己会变，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总体来说就是佳能的你对上以后，你变成手动以后，它不会改变它的对焦点。
那在索尼的上面，如果你自动对焦对好了以后，你一拨成手动对焦，它又变成了手动上面这个刻度显示的这个距离，所以你一定要重新调。那这一点呢，在拍摄的效率上，我会觉得会有一点打折扣。那同时呢，这个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佳能上，如果你自动对焦对好了以后，它这个叫manual focus override， 就是你自动对焦对好了以后，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改变焦点，你不需要去拨它这个手动拨片的，你直接在这个上面转这个手动对焦环，然后转了以后你就可以改变焦点了。但是在索尼上面呢，自动对焦跟手动对焦是各管各的，所以导致了如果你自动对焦没对准，你想要微调一下你的对焦点的话呢，你需要把它变成手动，然后你就要从头再开始瞄对焦的地方，所以这个在拍摄当中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好吧？就是这个是我要说的，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差别。那其他呢，在画质上面没什么差别，然后在防抖上面，他们这两只镜头都有防抖，然后在做工方面，我觉得两只镜头都代表了就是本家厂商的算是比较好的制作工艺，当然都不最顶级的，但都挺好的。那佳能这个呢偏塑料感，它就是佳能所有红圈都用的这种，相对来说对体重可能比较有控制吧，我也不知道，就是比较塑料的，这是塑料。那索尼这个呢，我不知道是不是金属，但摸起来是这种金属的冷冰冰的感觉，但听上去也不像金属。对，听上去也不像金属，但摸起来是有这种金属质感的。那摸在手里，我实话说，我觉得索尼的摸起来更爽一点，因为它有那种冷冰冰的感觉。而佳能这个呢，就是像是这佳能镜头都是用这个的，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塑料。那如果你要追求极致的性价比的话呢，其实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我这里没有的，是有个佳能这个红圈之前的一代非红圈的百微镜头。那只镜头呢，要比这只镜头更便宜。那只镜头的成像质量，我之前有做过对比，跟这只镜头其实几乎没有差别，最主要的差别来自于一个他们是有红圈，一个是没有红圈。那红圈的这个呢，它带有防抖，那如果是另外那只100的那个，它不是红圈呢，没有防抖。那如果你只拍摄微距的话，你追求极致性价比，我推荐你买那一只，就价格真的很便宜很便宜。那如果你要拍摄微距以外的东西，有防抖真的太有用了，所以就是我还是推荐你买这个红圈就好，因为价格真的也不贵，好吧？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视频了。这个视频真的是硬做一个分享，但是从做完了这个视频以后，就是他们的是照片画质上没有差别，但是售价上有差别呢。我不得不总结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在索尼跟佳能的镜头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那很多时候我的个人体验就是，索尼跟佳能推出的新的镜头画质其实真的是不分伯仲的，但是如果佳能已经推出了有一阵以后，如果索尼的推出相对来说比佳能的要新一点的话，索尼的一般会画质更好一点。相反的，如果要是索尼的推出时间比较久了，佳能新推出一个，那一般都是佳能的画质比较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不是研发能力的问题，而是谁家的镜头推出的比较晚的话，势必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画质。但是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索尼的镜头相对来说都比佳能的比佳能的更贵一点，至少是索尼的这个微单的镜头，跟佳能的这个单反镜头来比的话呢，价格都会比较贵一点。所以如果你追求性价比的话，如果你，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佳能的东西是佳能的镜头，尤其是单反的镜头是比较有性价比的。那佳能的无反应镜头还不多嘛，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话说回来了，就是我还是要说，如果你是索尼的用户的话，我推荐你就老老实实买索尼的镜头就好了，不值得这样折腾。那如果你是佳能用户的话，索尼的镜头根本用不了，所以好不好你只是看个爽而已，好吧？那如果你是需要转接的话，市面上其实只有 EF 卡口的可以转接到其他的这个无反上面，所以你也不要考虑索尼的了。反正我是有这两个镜头，然后大家有兴趣，我就正好我可能是世界上，对不对，最容易跟观众互动，最容易就是有求必应的这个 UP 主了。所以对啊，就是这个测试非常的无聊，但是我觉得得出来的结果，如果你觉得有对你有帮助的话，你还是可以了解一下，比较有性价比，索尼用户的最佳选择。当然这个镜头其实一点都不差的，只是它不是个 G Master 镜头，你知道吗？然后它的售价如此之高，你知道吗？就是高过佳能的红圈镜头，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心理上，对不对？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转发、评论、点赞，同时订阅我的频道，关注我的微博，微博名字叫心仪顾俊。然后，如果你有更多想知道的，如果我能满足你的话，问我，然后我有可能做个视频回答你。好吧，那就这样了，拜拜。